大清要亡了，别再浪费体力刷旧仪器了。就在前不久，米忽悠在前瞻直播里面公布了四套新的仪器，城堡们快来看看适配哪些角色吧。保命长存的逝者，2件套效果提高生命上限，4件套效果如果受到攻击或者消耗生命之后提高暴击率。这套就是盯着刃和阿兰去设计的，如果有打算抽刃的同学可以到时候给刃哥刷一套。当然像克拉拉这种经常挨打的角色也可以用，至于提升大不大，要不要重新刷一套给他，还是要看上线之后的数值到底是多少。海域漫游的信使，2件套效果提升自身速度，4件套效果放大招的时候可以给全队加速。富婆艾斯达表示这套仪器很适合他，并且已经下单了，马上就到黑塔空间站。当然博尔尼亚和庭云之类的辅助也可以用，要是数值不错的话还有可能省下一个速度鞋。繁星竞技场战绩或者普攻版本的塞尔索图套，2件套效果提升暴击，当暴击率够高的时候战绩和普通攻击伤害提高。适用角色赌王青雀、希尔、丹恒、虎克。折断的龙骨，2件套效果提高效果抵抗，当效果抵抗够高的时候全队加爆伤。需要注意的是，类似罗刹这种行迹里面加的效果抵抗是不能算在内的，只有通过仪器和光锥堆的才算。虽然不知道效果抵抗具体要堆到多少数值才能满足要求给全队加爆伤，但是例如娜塔莎、庭云、丫丫之类担任全队解控重任的角色都很害怕自身被控，所以要是换上这一套仪器也是稳赚不赔的。好了，下课。